惠城迷你。我是王瑞瑶，人在叶正利买刀子。叶正利是在内江街五十二号。宝珠，我买了几支刀子，我们现在就在这边磨。发现了，吹干了，磨了，差0.1、0.2公分。看到，大家都讲菜刀不知道要去哪里磨，这里就有提供磨刀服务，一把刀100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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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0
嘛天天蕉啊，即个机动车即马就无啊。天天蕉啊，敢有比摩托蕉较好用？天天蕉较好用，伊遐个遐个水咯，较水。啊，你啊像日本来一地，像像看咧，就超一千，超千五六啊遐，千五六块啊。我记以前买一块双人的吼，伊个贴得真好。伊敢若 ，stainless 无啊，两个蛮无啊，叮当。啊，有诶拢无啊，袂叮当。啊，有诶双人，有诶磨刀棒哦，磨刀棒来叮当。嗯，磨刀棒磨是愈磨愈厚，因是暂时用诶啦，啊，你愈磨愈厚。这是天然石哦。这个是天然石的磨刀石，六千的磨还好只大。这是草草，这是拄啊，那铁啊小磨掉，磨掉会变较细声。磨刀要听。一只有迄个磨起来哦，磨起来铁啊小突。啊！你啊，拢磨到愈磨迄铁啊，啊，着较细声。你啊，角度了拄啊好，无会变。对啊。你角度了，放啊着着固定。没有声音了，是不是？